没有地方，咱摸了你们还干多少那地啊？中了，你话你，伊个先多大楼，伊地大楼没落地啊？哎，咱地里我打，阿妈们如果没看看，忙啊，你说，木头，他那不挂，你说看来看，咪明明可挂，这可咱哪敢去瑞天路里的冰清的挂？快些，我们赶紧去嘞！人民我们爹赶紧说呢，省部了赶紧说呢，就那把民农民呢赶紧说的呀！哎妈呀妈，有点云南正经呐，啊，看咱北的呀，啊，那错的呢，咱们现在都还按着好嘞，啊，不会差，我都干。马先生，你哎，别说话，你说完，咱还有什么事情不练？我做完啥？别人收了工资的时候，别这样很多问题啊！他当初跟我说多少啊？你说完，不能越后越难抽大啊！后来呀，不能说也没看，不是干不最后看，啊，会蹲的，看没看？俺你不好，俺拉别偷偷我也没不好，我也没凶多啊，你蒙着吧，俺不怕。滚山呢？有人家好了，俺爹谁了？嘛谁敢滚山？这个门他，啊，都被他气，他精啊你啊！精是通的，是那个跟不跟路没没嘛？啊，说 MP5 来卖半门他，跟路谁了？你说那么多冤啊？我说跟别的啥？你看看爹说，十分钟就送上来朋友，我都挂了。说，路哎别这个人丢他啊！不就没那么多人民出呀？看来呀，也给你后啊，跟没钱都不下啊，跟蝙蝠干的喽，那还是在那陪玩听的话。哎，这点话是管的呀，就打肉龙山的这些老帮的那年那长期啊，多年那那长期不下，多年那陪就反复不说，还好在别地包的包，还地买不还地没有他们的呀。走到龙路边嘞，说完，咱俩搞大哈，你今天不都没选看？明天就大转 instruction 哈，没人对呀。咱呢那些，别的话那一块砖搞得弄歪了哇，别的呀砖是那啥木头，人家人家弄跌呐，搞得那硬骨头呐，买根路费多了嘛，大砖都把手掏了边。mỗi cái đường lũ tăng à, giống cái đường cao tu đấy đi, à kia, à mà, tôi mới nói xua ya, tôi liền ăn đồ ta, ai ăn đồ ta, chỉ thế này thôi đấy à.